王凯华这一项啊，说到我呢，其实呢，在演艺圈呢，被人家真的又是圈内朋友，借很多钱，韩国人啊，不是，还是要收第一选，不是，他有来上过节目，啊，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说了，小本本，小本本，这个我要讲一下，我也想到我以前刚。 出道的时候，那时候新梅姐，我那时候才小秀而已，但是就是有一个大哥呢，他就跟我借钱，但是我那时候就是没有钱，以前都有那种对回啊，我标会，我就标会来借钱给他，但是他到现在都没有还我，对，他还在圈吗？那已经五六十年了，是，那他是两岁小一个，这么久的故事，是他的这三。 16岁而已啊，太夸张了。我在想，那可能忘记了啦。那这没有关系，只是我刚刚突然间想到的。演艺圈是大哥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竟然跟你这样的人借钱，就是因为我这个心怎么那么小，很懂得说不啦。那个大哥现在还活着吗？因为我根本好像机器人哦，卖。 卖港配红配几刷，不要紧，吃亏就是占便宜。对对对对，妈妈都这样讲。对对对对，是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后来我爸在弥留了交互病房的时候，就跟我讲一句话：“女儿，千万不要吃亏，吃亏就是吃亏。”最后一句要先吃，都现在是亲戚啊，讲吧，爸交代。我要紧拿他啦，别我什么代志啊？不，什么啊？啊，这个朋友想要你啦，在前三年的时候，他大概就是已经就是很久没有联络了，也是非常好的朋友了，很久没有联络。 突然间打电话给我，彩华，我有件事情要请你帮忙。我说怎么了吗？他说啊，我想要跟你这个借个3万这样子啊。3万啊？我就说 OK OK， 我马上汇给你。然后他说不是欧元，可不可以借个5万这样子？又变5万，因为你马上 OK 了，他立刻加码，他跟你谈判。可是我说ATM现在只可以领3万而已啊。对啊，对，他说那。 我说我只能够领3万，他说那没关系，我去你家拿。好，好积极哦。你家有这么多钱，没有没有，我就去领5万来。他说那我跟你借5万这样子，我去你家拿。我就说好好。他说真的很不好意思，因为我急用，我打这个电话我真的是想了很久，因为我真的实在是没有办法，我找不到路。前段的对白都讲，我真的是坦白，真的没有办法才打这通电话的。对，所以请你一定要帮我，我就说哦好好好，然后。 我就去领了5万到家，然后等他来嘛，哈，等他来，然后来的时候就跟我说，可不可以再给我3万，借8万这样。哇，越来越多。我就说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今天已经领了蛮多，就超支的，所以没有办法。额度超过。对的，额度超过，我没有办法再领多领。他说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那我一个月之后还你这样子啊呢。那我现在都没有还过我，这是一个。然后另外一个是拍电影。 这个大概有8年前，8、9年前拍完一部电影完之后呢，里面的一个演员跟我借钱，也是跟我借那个3万的，然后借了3万之后呢，他说一个月之后还我，对，然后到现在，就是前2年都没有还过我，我也没有跟他要过，然后有一天呢，他突然间呢就说，姐，你账号给我。 我要把3万块还给你，感人，好，是想给他掌声鼓励，对，自动自发，对，但是我讲了一句话，我说，你现在都还这么困难，你先留着用，当生活费，不用还给我，这样子啊呢，隔了大3个月，又跟我说要借5000，他说他要去内地，他要去内地拍戏，他身上都没有钱了啦，怎么办呢？他活不下去，他要死掉了，签这个门槛好高，好尴，对，就很尴尬。 借不借不行，对啊，所以呢，我就说哦，好吧，那我有银联卡，我没银联卡，我跟你讲密码，我没啦，哦，我就说好吧，那你账号给我，我一样借他5000，嗯，就是到现在我一直都说这些钱，其实我在演艺圈被借的钱都不止这些钱，嗯，所以我现在学聪明了，有一天有一个大姐打电话跟我借30万，对。 大姐耶，跟我借30万，那时候我刚出播比完没有多久的时候，就说，他看准时机，他可能觉得我现在很有钱，对，然后我就说，我那时候我就开始。
时我就我也不知道那个当下，因为三十万我对我来讲就是小数字，对，你也倒倒给我钱哦，五万十万你倒倒我给我钱我会给你，啊你一声哦三十万五十万一百万，我都你那个时候波比红的要命啊，但是台湾好痛苦，姐你知道开销也蛮大的，小孩子要读书，我知道啊，房贷的什么车贷也都我知道，可是我自己也过不下去的，对我自己如果真的我不是最后一步，我也不会打这个电话跟你要，我也想了很久，真的想了很久，但是姐这个我有拒绝哦，哎，因为这个我就觉得说三十万比较多，三十万真的有一点多，我朋友借一百八，哎，对对啊，但是我就是很佩服他，而且只有一个提议而已，还剩五十，还剩五十，而且不熟哎，所以他是智障，我是北七啊，互骂，我好一点，去尾牙，那要是我要叫你借钱给别人。去这个去尾牙表演唱歌没拿钱，你还自己掏腰包？对，因为我去一个朋友的尾牙，朋友的朋友哦，对，就是一个董事长他们的办的尾牙，但是我跟他也没有很熟。这怎么样？詹子晴的故事？对，我上加码，然后突然被叫你加码，就被 Q 上去啊，那 Q 上去你就说哎呀，然后就是在加码加码加码，我就想说啊，有来有已经这样子的三万两万，对，两万我就两万，然后分四包，一包五千，让大家来合理这样子，真的真好，好人。